香港亚洲流行乐节2015超级新星大奖八个地区的参赛歌手，有请中国内地代表刘思涵，有请中国内地的刘思涵。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内地的刘思涵。香港代表冯允谦，有请香港的代表冯允谦 J 风，嗌爆佢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代表香港的冯允谦 ，Hello。接下来是中华台北代表孙盛希，跟住落嚟系中华台北嘅孙盛希。嗨，大家好，我是西西孙盛希，大家好。嗨。Jiu from beautiful country Japan。日本的 Jo， 大家好，日本的 Music から来ました Jo です。The Bubberets from Korea， 韩国女子组合 The Bubberets。紧接着来自新加坡的代表 Ruby， 跟住落嚟有来自新加坡的 Ruby。Hi， I'm Ruby from Singapore。
紧接着欢迎马来西亚代表 Fuwa。跟住落嚟有来自马来西亚的 Fuwa。Put your hands together for King Kong and the Champ from Amazing Thailand. 以及有来自泰国的 King Kong and the Champ. สวัสดีครับพวกเรา King Kong and the Champ จาก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ครับ接着邀请专程由各地来支持今晚音乐节的巨星们。首先邀请三度获得 IFPI 全年最高销量男歌手，香港歌影视红星林峰。接住落嚟系中国好声音第三季最终年度总冠军张碧晨以及年度总冠军余峰。由中华台北型格创作组合凭绝佳的默契和信任，用音乐带来正能量的范晓萱 Plus A。 接着是来自日本歌曲，被形容为将现实跟幻想融合，拥有独特梦幻世界观的乐团 Seikai no Owari。新加坡有史以来单日销售最高纪录的何慧健 Derek。 还有出道超过20年，曾获全亚洲华人排行榜金曲奖最佳音乐作曲人奖的马来西亚情歌王子品冠。走到第七个了，知不知道是哪个啊？是韩国七人的男子组合，我们现在韩国当红的偶像团体 Infinite。 尖叫声！再一次用你哋嘅掌声去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来宾。So put your hands together, come on! Thank you, 감사합니다아리가도사와디카아리가도사와디카多谢晒，好忙啊！谢谢，好。是的，刚刚我们看到我们今晚的演出阵容非常的精彩。